是我要求的，但是八九不离十，这边的补品店应该也是有秘籍在里面。好像没有，但它的肉很扎实。对呀、啊，一般台湾的这个捕鱼卷的捕鱼大概是这个的两倍，肉大概是这个的四分之一。而且你有放陈皮哦？没有，并没有吗？没有。它比较扎实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像我们在台湾吃到的，因为台湾你就说那个真的是包的比较厚，对，然后所以吃到的肉味没有那么多，吃到的都是补皮的那一层皮的感觉质地，然后可是这个话它的肉的香气还蛮不错的。谁会想到说在玫瑰塔哦，走到这边顶多一分钟，对不对？要拐个弯，看起来好像巷子，然后比较没有人。在一个观光点上，然后进来吃到这样的东西，观光客跟在地的是一半一半，不是一定要找观光客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并不代表说观光区没有在地人喜欢吃的餐厅嘛。那因为是在观光区嘛，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观光客他就像什么，他像水一样，很容易渗透，无孔不入。